然后看一下这题哦，他说西格玛 K 等于一到几？ 10 K 乘上 K 加一乘上 K 加，像这题哦，麻烦你一件事情，把这里面直接乘开，好不好？这三个相乘，对，其实也蛮简单的。你看一下，这乘起来，这两乘起来是几 ？K 平方减4，再乘 K， 变 K 三方减几 K， 减掉 4K， 这样行不行？好，写到这边呢，我们直接写答案了。告诉我这什么意思？这是指一二三方加二三方加三三方加二几的三方，十二三方，对吧？有没有三次方公式？有，一二三方加二三方加三三方加十二三方，三次方公式是一次几次？两次。先把一加到十是几？二分之 n 乘上 n 加一，对吧？哈，所以说先把一加到十再几次？两次，减掉多少？减掉四倍乘上，这什么意思？它是指1加2加3加2几 ?10。所以加起来是几 ?2 分之 n 乘上 n 加 1, 这样行不行？各位可以齁。所以说注意听，这边乘起来是几？这约掉是几 ?55。55两次是几 ?55 乘 55, 乘起来是几 ?3025, 这样行不行？减掉，这约掉是几？这约掉 55,55 乘2是几 ?220。所以说算出来是28多少 ?05, 这样行不行？各位可以后 ,OK, 28多少 ?2805,OK,、okay, 麻烦你把这边看一下 ,OK。